客官，你有听过墨君人的名号？最大的帮派，那小子就要迎娶墨彩环了。唉，多半是趁人之危来强取豪夺的。墨老让我，你就乖乖从着我吧。我不要。哇！拦住他！我已经告诉你背后的人，敢再打墨府的主意，你真的是他的关门弟子？正是。这是在做什么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此人杀了你爹，所以你就杀了他。而且他帮忙解决了吴建明这帮人，一起用。师娘，韩玉我。是你，是我。